close edge structures.是奶牛行业呢，以前都是从奶牛开始卖奶牛、养奶牛、倒奶牛。这不，这几年吧，家里面开发掉了，政府开发土地征用了，土地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，然后又开始卖牛了嘛。反正去年跑云南去玩，带回一车奶，再回一车土黄牛嘛，养到现在。 跑到那边去帮他们那个玉米，1000多克吃掉，他们一块钱一颗，我说买那种子来给他种回去，他们说不行，这个来不及了，时间赶不上。牛这庄稼吃掉去的，都是我一个人喂，谁拿货人家的地都要地他死的不赔的话，我们就我们一个人家，就我们一户。哎，那养牛的他损失也挺大的呀。 挺大的，他一次都赔800块。那他养牛也赚不到什么钱了，感觉。他这个玉米就这样大，赔1块钱一根，吃掉去。啊，这些事你们村里人都知道。都知道，都知道，好几户人家的。嗯，那就他那里就这个田过去，那个人的赔3次的。赔3次啦？哎，牛给他吃掉去赔3次的。 Mm-hmm.